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在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Hello， Della 你好，大家好。医生啊，近期咧，我有时喺街度咧都留意一下咧，啲坐车啊，或者行路嘅时候留意一下咧，都有啲见到有啲人咧，即系无端端咧，佢头发啊或者后尾枕啲情况度咧，即系好似一笪笪咁甩咗啲头发喎、哦。有啲以前啲古老人就讲清呢啲叫做系鬼剃头啦，好似咧都普遍性见多咗呢啲情况出现。咁医学上边咧啲嗰个成因啊，或者点解会有啊？袁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啲听众分享一下咁样？嗱，我相信咧，而家市面上好多啲好多啲广告啦，即系教人点样去生发，重新系啊系啊，可能用嘅可能一啲某种嘅洗发水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係即係嚴重嗰啲啊，即係植髮嗰啲咁嘅手法咁。咁其實咧，一般嘅情況咧，即係如果係甩頭髮咁當然啦，遺傳嘅因素係幾明顯嘅嚇、即係有地中海頭托頭嗰啲啊，咁有啲人咧就甩得好快嘅。咁遺傳當然一個因素嘅。咁當然咧，最簡單就係、是、最常見就嗰個年紀啦，係咪、年紀大嘅人嘅頭髮一路梳一路咁甩嘅啦，係咪？咁等有陣時候咧，可能因為局部嘅或者整體系統性嘅毛病都引發嘅。咁但最緊要咧就好多啲皮膚嗰啲病咧。是通常咧就唔会导致甩头发嘅，吓、呢个要了解。好啦，咁当然啦，好多唔同形式嘅甩头发啦。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讲解嘅咧，就系、是、讲一啲叫做我哋叫做斑秃吓，即系斑秃吓，即系一个我简单嚟嘅一个窿仔嘅啫。其实佢头发好地地嘅，后生嘅人嚟嘅吓，但系咧佢长梗系咧有一个窿仔，有一笪咧。就是冇头发，干干净净，干干滑滑嘅，系冇任何嘅皮肤嗰啲问题嘅吓、即系我头先话咧，好少同皮肤病有关嘅吓、好啦，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咧，即系你点去处理咧？佢又吓、好啦，咁我哋过去经验咧，好多时候咧，你发现呢啲咁样嘅嗰啲斑秃咧，佢你去检查咧，你发现咧。佢皮肤系滑嘅，干干净净、白白净净嘅吓，梗系就冇咗啲头发嘅啫，色素都唔会点变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候咧，你发现咧，佢哋咧，你摸落去咧，个头颅骨咧都凹咗少少嘅吓。咁嗱，咁其实咧喺医学上咧，佢哋都唔知道点解啦。咁但系即系个现象咧，你可以睇到咧，好明显咧，系我哋个神经供应嗰个头皮啊，甚至乎嗰、那个头颅。嗰、那個範圍咧係出現問題嘅，咁所以咧佢唔單止咧嗰個頭髮喺嗰個部分咧係即係冇生，甚至乎咧連嗰啲骨啊嗰個頭腦骨咧喺嗰個位置咧都少咗嘅，即係凹咗啲嘅。咁當然佢唔會話一個空洞咁啊，唔會嘅。係咁都佢就凹咗，咁即係好明顯咧係同我哋嗰個自律神經系統嗰、那個供神經系統供應係有關嘅好啦，咁但系医学上咧，其实佢哋都即系束手无策嘅吓。一般嘅处理方法咧，就系、是、用嗰啲类固醇啦，即系系统性嘅类固醇啊，去治疗佢啦。咁但系当然咧，要用呢啲咁样嘅类固醇咧，佢系如果系长用一段时间咧，都可能咧都会令到你个头发会
长返嘅。咁但係呢好多时候呢係要用嘅时间好长嘅。咁但係大家了解呢类固醇嗰个副作用係好严重㗎嘛。係咪咁要长期咁样用落去。咁跟住类固醇嗰啲副作用係咁即係仲可怕嘅。咁好多人呢觉得唔值得。啊、即好多医生呢都认为呢是不值得呢是为了这些小小的斑托呢就是去用类固醇医他的。那同埋好多时候呢这些斑托呢在个即个范围不是很大的。可能一个五蚊鸡即五毫子五毫子一蚊鸡港币咁大细的。那如果你头发比较长一点呢你基本上都不是说好觉的、啊。基本上都不是好觉。咁都同会唔会係有时候即係有时佢哋个诊断就係都係话呢即係个形成都係个压出现咗个压力嘅问题呢引致有呢个咁嘅斑秃啊鬼剃头啊呢啲嘅成因咁样呢嗱咁当然呢係好多人即係好多人呢都出现咗之后呢佢哋都话会感觉自己係压力嘅。咁当然压力都係一个即係我过去同大家都分享过啦。九大致病原因呢情绪的压力呢是最主要的、是个最主要的。咁但最紧要呢我哋即係有啲咩方法医佢啦係咪咩原因都好啦咁你都要去医佢嘅。就算有时你舒减咗压力之后呢嗰、个问题都唔会因此而减低㗎。咁、好啦咁好好彩下我哋过去呢我行呢三十几年里面呢我都医过呢係都好几位我唔会话好多好多好多下、但都好几位呢是有呢类嘅斑托嘅问题啦。咁但其中有一位呢我哋呢个都好即係我哋嘅印象好深刻㗎啦一个小朋友係咪咁呢个小朋友呢大概当时六岁到啦。咁佢个问题呢就係全身所有毛发呢都甩晒嘅。咁喺呢啲情况呢係西医上係根本冇得醫嘅。咁当然呢个小朋友都醫过其他方法针灸中医都试过啦。咁其实当时都即係醫唔到嘅。咁就用嚟到我哋个诊所啦。咁我哋就用同外疗法医好佢嘅 ,ok? 好啦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呢最主要呢係讲嗰个即係喺同类疗法嘅角度呢我哋係用乜嘢嘅疗剂下即係直情同你哋讲俾听呢我哋嘅医即係我哋嘅资料库我哋嘅经验里面呢係有边几个疗剂呢係治疗呢嗰个斑秃呢係有效的即是经过治疗有效那我就会记录在我们的书本那里那或者跟大家呢是即是分享几个啦我大概有十隻疗剂到一过去呢是成功医过斑秃这个这样的问题的。好啦那其实呢最显著的疗剂呢我们叫做呢是叫做fluoric acid, 氟酸。嗱，氟大家知道啦，系而家今时今日我哋系食水里边好多氟嘅，咁氟酸咧，原来咧系其中一个咧系最常用得处理呢啲斑秃呢啲咁嘅问题嘅。OK， 好啦，咁喺嗰个头发嗰度咧，即系斑秃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发现咧，除咗即无缘无故之后呢亦都有啲人呢发烧下呢、这个都几多下㗎、发烧之后呢就会甩头发啦。咁仲有呢发现呢个头皮呢可能会痕啦嗰、那个头发呢係比较脆啦通常呢新嘅头发呢係乾同埋呢好容易呢係即係好似好容易断嘅。咁当然呢最紧要呢就係我哋上次所讲嗰个呢就係斑秃啦。咁好啦。咁呢个系我哋嘅同佢疗法里面呢系即是用得最多成功医疗的问题的。咁好啦咁我哋都成日都同大家分享就嗰个现在嘅食水里面嗰啲氟呢其实一种系致癌物质嚟嘅系好唔好嘅。咁但好可惜呢我哋有一种错觉啦咁呢就以为呢用氟呢加落水呢氟可以预防可以减低蛀牙嘅。咁但呢其实呢事实上呢喺医学上呢喺科学嘅领域里面呢其实发现呢呢、这个根本系唔成立嘅。反而呢用氟用得多呢系会令到嗰个牙齿呢系蛀烂仲快。咁呢个医疗呢呢种嘅状态呢叫做 fluorosis, 即系因为氟嘅中毒呢系导致你嗰啲牙齿呢一块块咁嗰啲即系个发落嗰个珐琅质咧，系慢慢一块块咁剥落嘅吓，咁你睇到咧，啲牙咧系表面咧，即系一粒一粒咁黄黄地嘅。咁会唔会可能咧，
呢啲咁样嘅氟嘅中嗰种毒害咧，系导致咧我哋嗰个头发甩啦。嗯 ，OK， 咁所以咧 ，fluoric acid 咧系我哋嘅过去嘅临床上咧系用得系比较多嘅。嗯 ，OK， 好啦，咁除咗呢一个疗剂咧，我哋另外有个疗剂咧系叫做咩？系黄蜂吓，即系黄蜂。咁黄蜂嗰个疗剂咧，亦都系喺过去系处理过呢一类嘅问题嘅。咁如果大家认识我哋同我疗法咧，咁我哋喺好多时候灵丹妙药咧，我都提过一下嘅。咁原来咧，黄蜂嗰个疗剂咧，喺我哋嗰、那个皮肤或者嗰个头方面咧，系有啲咩嘅症状咧？咁有阵时候咧，你会感觉到咧，我哋嗰、那个有啲痛嘅，有啲好种针刺痛咁样嘅。咁、咧就有阵时觉得嗰个脑咧系觉得好攰，好攰啦。OK， 咁亦都有阵时咧，可能有啲皮肤有啲红疹出现嘅，咁导致咧就那个皮肤咧，那个头发咧就剥落吓，咁啊头咧觉得胀胀吓，即系好似有阵时俾黄蜂针生嘅表面症状咧就系咁样吓。咁成因方面咧，喺黄蜂呢个疗剂咧，好多时候系敏感 ，OK， 亦都可能系嗰、那个情绪嘅，即系唔开心 grief 啊，即系嗰啲。即是啲忧伤咁样，忧伤啦，或者是惊吓啦，或者是咧系那个嬲怒愤怒 ，OK， 咁亦都有一个咧系有啲系可能咧喺同疗法咧有成强调咧，黄蜂嗰个蜂后咧系有一个症状咧系好咩咧，好妒忌心好重嘅，系咁、所以咧因为蜂后就要保护自己嘅吓，咁、所以咧系喺一个。在自然界里面蜂后 是一个很妒忌 的动物的。也有的时候呢就因为呢就听到了一些坏消息啦、导致那个、精神呢受了即是冲击啦、也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抑压他们的皮疹而导致。就是说呢、在同学疗法呢我们很多时候会考虑、这个看到呢可能、忧伤啦、惊恐啦、愤怒啊，咁呢啲嘅情绪咧，都有机会咧系导致呢个嘅斑托呢个症状。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用咩咧？就用嗰个黄蜂呢个啦。好啦，咁除咗呢两只咧，另外一只疗剂咧，我哋叫做新吓啊 ，Senecum album 啊，咁即系新即系。俗称系生埃咁样啦，咁但系了解啦，你唔使听嘅一见就生埃咁样，因为同个疗法嘅疗剂咧系经过稀释到咧系几亿万分之一嘅，咁稀释到其实根本冇物质成分嘅，咁因为佢稀释到冇物质成分咧，好多时候咧就俾人做一种攻击嘅原因啦，系咪？你咁稀释根本冇可能有嘢啦，冇嘢嘅喎，安慰药嚟啫，系啦，咁即系啲咁即系佢就话诶安慰药嚟嘅啫，系心理作用嘅啫，咁样好啦。咁好啦，咁但系咧喺我哋嘅即系同我疗法250年历史里边咧，当然咧呢、这个疗剂咧系依个好多不同嘅症状嘅。咁当然其中咧就系、是、嗰个头皮啦，就圆碌碌嘅啦吓，通常就咁啦，圆碌碌嘅甩发啦，咁通常咧比较个皮咧比较粗啲啦，有少少污糟啦，有少少有啲干嘅皮屑啦咁样，而夜晚黑咧可能有啲轻轻嘅感觉啦，或者有啲刺刺嘅感觉啦，咁头皮比较多啦，头皮咧就对嗰个梳头嗰时候咧个头皮咧就特别敏感啦，咁亦都头发咧系比较咧系即系容易早变灰嘅吓，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新吓嗰个头发嗰方面嘅。嘅症状咁样啦，好啦，咁但至于起因咧吓，咁系新嘅起因咧，即系新咧，如果我哋认识同我疗法嘅朋友里边咧，佢都知道咧系对嗰啲食物中毒好有帮助吓，有好多时候呢个差唔多系第一个疗剂去用噶啦。咁除咗之外咧，新嘅病嘅成因咧，都系有所因为care 啦，即系成日要照顾人啦，都挨，即系挨夜啊，挨实，要照顾人。当然亦都系嗰个 grief 啦，嗰、那个即系忧伤啦，惊吓啦，呢个咧，同埋咧系经济嘅损失啦，导致系贫穷啦，咁呢啲都系对身咧系造成正成佢嗰个身体咧系破坏嘅原因之一嚟嘅。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咧再同佢大家分享啦 ，OK？
咁另外一隻咧係係比較上亦都係即係喺同我療法嘅經驗裏面咧係用得着嘅嘅療劑咧，就呢個咧係就係叫做咩咧？是那个钙啦，硫化钙啦 ,calcium,calcarium carbonicum 啦 ,ok? 咁在这个嘅正型的这个疗剂之下呢，硫化钙的人呢通常呢就比较我叫白白净净啦，肥肥白白啦，好勤力做嘢嘅，好负责任嘅人嚟嘅。咁呢佢嗰、那个又即係十蚊仔呢，尤其是细路仔呢係好鍾意好鍾意食鸡蛋嘅。尤其是白沙蛋呢类咁样嘅食物啦。咁之后你睇到呢钙型嘅人呢就係咁就咁样嘅。好谨慎好怕事但做嘢好负责咁样嘅。咁好啦。咁到底喺佢哋个成因之下呢，咁通常呢就係呢係即係做嘢做得好薄好辛苦嘅，我叫做过劳同埋呢係担忧。即係好多时候呢呢啲钙型嘅人好鍾意即係担忧屋企人嘅，即系细蚊仔即系家人里边嘅健康问题又好啦，经济问题，佢总之咧系成日都系要照顾人嚟照顾人嚟，搞到自己好辛苦嘅。咁当然有惊吓啦，系咪？咁亦都可能咧就是、因为营养嘅吸收即系钙型嘅人咧，有阵时候咧佢唔系话冇嘢食，但系佢可能食嘅咧不即系吸收到个问题咧系即系。吸收都唔系冇咁好嘅吓，咁当然啦，酒精啦吓，亦都一个因素啦。即呢啲咧就系个钙型嘅人咧，系导致咧系佢嗰个患病嘅原因嚟噶啦。哇，咁一连串咧听咗阿袁医生介绍咗四个疗剂俾我哋，关于咧处理呢个斑秃呢个问题啦。咁亦都会知道咗佢出现咗啲咩症状咧，而系用啲咩嘅疗剂就会更加适合啲嘅。咁咧就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阵间翻嚟咧继续我哋今日嘅自然疗法与你，题目就系斑秃的同类疗法。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斑秃的同类疗法。袁医生上一节咧讲过俾我哋，同我哋大家研究过咧，就系、是、一般斑秃嗰个成因啦，咁亦都介绍咗咧系四只咧常用嗰啲嘅同类疗剂啊啲嘢咁。咁麻烦你继续帮我們再介绍余下来嗰啲疗剂啊。系啦，咁咧吓，咁跟住咧我就同大家再介绍另外一个疗剂啦。咁呢个疗剂咧英文叫做 hypersulfurous calcarea，hypersulf， 咁我哋就即系叫做钙。硫化钾啊，即系呢个混合嘅嘅酸啊钙钾咧，系制造出嚟嘅。咁嗱，咁呢个嘅钙硫化钾咧，嗰、那个正型咧系有啲特别啲嘅。即系嗱，我曾经所讲咧，好多时候咧斑秃嗰啲人嘅嗰个头皮咧系冇乜感觉噶，即系光光净净咁样，即系佢系冇乜特别嘅症状。咁但系咧，钙硫化钾咧就比较上咧系敏感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哋个病者咧，佢会觉得咧头皮特别敏感，同埋痛嘅。OK， 咁、有阵时候咧，你会睇到咧有啲湿湿嘅嗰啲皮屑啦，又痕又兴嘅。咁头皮咧就有阵时候咧就会有即系有有冻汗咁样嘅出现嘅。咁呢、這个症状嘅所谓成因啦，有阵时候咧就因为干冻嘅风。吹到嘅、或者呢是因为呢有啲疹呢係俾佢打压咗，即係冇俾佢正常发出嚟嘅。咁呢个呢就係嗰、那个呢、這个呢係嗰个钙硫化钾呢个正型嘅应用嘅地方嚟㗎啦。OK， 好啦。跟住呢另外一隻疗剂啦，就係、是、咩呢，係磷啦。OK， 磷咁大家都听过啦，磷。轮型的病人呢通常呢他有他特别的体型的。通常呢是高高瘦瘦尖尖瘦瘦的。那个人的皮肤呢即是
就是在外国呢就成话呢好多轮型的人呢就是高高瘦瘦金发女郎咁样咁后生嗰啲人呢咁轮型的人就是咁样嘅。咁但轮型的人呢仲有一个性格方面呢佢除咗高高瘦瘦啦是比较上好敏感嘅。即係佢他们有时话佢有第六感嘅。好对于环境方面啊闲雷闪电啊佢细个嗰时系特别惊怕嘅。即係一种喺个嗰、那个即係好敏锐嘅人嗰种咁样嘅性格嘅。咁导致佢病嘅呢当然呢都系曾经都有愤怒啦惊恐啦悲伤啦同埋呢系嗰、那个忧心担心又是这样的因为轮椅的人呢是自己很敏感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会受到这些这样 的情绪呢人家的情绪是都影响到他的。还有一种情况之下呢是淋雨淋湿了洗衫啊这样或者要剪头发这样切头发呢都会导致轮椅的人呢是出现那个健康上的问题的。即所以有所任何东西有所改变的都可能会令到他出现那个健康问题的。是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在我们的治疗里面呢因为呢所谓斑托呢鬼剃头呢其实他本身是没什么症状的。即你怎么问他他没事的。咁你检查啊是喎、啊、有的地方是没有多头发喎、啊。咁你配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只是根据他的斑托。因为有很多疗剂都可以医的啦。咁我就要用这方面呢去了解他即其他个方面的个情况啦。OK? 咁好啦咁呢个就是轮型的人呢就有这种情况啦。咁仲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calcium phosphate 啦。calcium phosphate 呢通常呢我在同外疗法呢是应用在哪些呢是那些所谓那个轮化钙轮酸钙这样 ,calcium sulfate。很多时候呢那个适用的人呢是通常呢是比较的学童 ,ok?、在那个读书的期间呢是出现那些健康的问题啊咁当然呢很多时候呢是骨络的方面啦即是比较是敏感啦可能有那个骨的成长痛啊这一类的情况嘅。咁所以呢即是在用在需要用到那个钙呢磷酸钙呢就是通常是这样的原因。咁通常个小蚊仔即是成长得太快啦咁用脑犀利啦或者呢可能啲有啲不如意嘅我叫 disappointed love 啦即是失恋啊咁样啦咁或者呢系坏嘅消息呢系导致或者呢当然啦湿咗身体啊或者呢系飲食方面差咗嘅。咁喺个同外疗法里面呢磷酸钙呢亦都系一个系过去呢系成功治疗过啲斑托嘅。咁最后另外一隻疗剂呢就系嗰个磷酸钾啦 ,Caliphos 啦。咁 Caliphos 呢喺纤维炎嘅范畴里面呢通常用喺啲人呢系用脑过多。o、okay? k 即系佢总之佢觉得自己用到系好伤神好辛苦嘅。咁呢一种型嘅状况之下呢遇到啲斑托呢我就会用呢个嘅疗剂啦。袁医生一连串帮你介绍咗成八隻嗰个同类疗剂啦各有嗰个呢成因起因啊或者症状嘅特点啊咁嚟到处理嘅。咁好多时头先都讲过啦即係啲病人呢其实佢个斑托冇乜特别咩嘅症状啊点可能就係突然间冇抹下或者人啲屋企人发现到咦点解呢度少咗头发啦啲嘢咁样。咁就要去搵个治疗方法啦啲嘢咁样啦。咁所以呢都需要呢係袁医生好似我哋嘅一个临床上面的诊症慢慢地帮啲行咧推理翻或者问翻佢嗰个症状啊系点样样咧，又先至可以对症到下药咧配落去嘅。咁所以咧介绍咗个疗剂俾大家知道咗啦。其实咧呢一个咁样系。好多时都好困扰到啲人因为始终一个外观上面嘅病嘅问题喺度啦。咁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啦唔需要话死啦有冇得医呀定係点样样要遮遮掩掩。咁同你疗法呢係可以有得处理到医治到嘅。咁但係呢当然要搵到啱嘅疗剂啦。大家呢亦都可以呢嚟到如果即係想深入啲了解或者去治疗呢、這个
个方法嘅时候咧，都欢迎大家嚟揾阿袁医生咧做一个深切啲嗰个治疗嘅。多谢阿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啦。今日我哋嘅时间都差唔多，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咧，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 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啊，袁医生，拜拜。OK，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